端午节的斗心，斗心，哎、欸，期待我期待要 go O two 了，喂、欸，哇，因为名声不好打，对啊，但是 Alan 今天好像都没有玩到克劳德，所以我有啊，今天输就是后来用克劳德，哎、欸，没有，那医生先输，哦，医生输那个露西娜两二，这个 matchup 我觉得会在于有利很多，真的吗？哦，因为那个回场手边的东西。还有说那种大于跟这个角度经验比 Alan 跟克劳德的经验多很多。哦，很烦，就是当自己一个主要的角色被打到包拯我饭的时候，可能就换一个。嗯，其实我也是啊，跟 Alan 打的时候，就换了 Game Watch， 都是角色不够。其实也想试试看用其他角色比赛，感觉打起来是怎么样。我那不要打，会打得很紧张，然后就哇不行，哇凶错边，真的凶错人。可是现在兄长也没那么无责任。哦，哇哇，打错没有，不然空闪。因为现在兄长挡住会被 punish， 如果这种会闪最后两下的话，嗯，哎呦，好，现在 Alan 差距没有很大。看起来啦，要想办法杀他哦，有机会吗？哦，有了，上帝的剑，哇，没有机会，被砍两刀，哇！泰宇最近好少玩游戏呢，他都玩三了。谁？又凶特别大鱼哦，对啊，因为他我觉得以角色的玩法来说，他应该比较喜欢马那个萨姆斯。他以前四代比较喜欢游戏，然后现在比较喜欢萨姆斯。哇！哎，可惜耶。那 Alan 的角色手边回场都没有很好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他还真的。对啊。要伊克林不确定到底会不会那个，他好像想练。我觉得他伊克林真的不会拿起来。我还记得，危险呢。可是他医生的熟练度很好。我还记得他四代医生的那个角色对抗也没有很好。瑞啊，马就有哦。可是我觉得洛伊比那只好啊。比一比零啊。哎，清醒清醒，睡醒起床。一零。一零，哎 ，Alan 打错了。你多想他还赢啊？我已经输他了。哦，所以就拿打的。就发现我们作弊啊，对啊，我今天输给 Jerry， 然后 Jerry 不知道打一波特，那你先哦，因为今天打和前面打和他，那我 SD 没办法，因为我觉得你打林克，你打他回旋镖打法是错的，对啊，因为我太急啦，我想说哦，我坐在那边想要赶快进去，结果发现进去时间都不够，医生我背痛，医生 carry 我，揍他，好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医生这个 match 就可以用比较多药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，跟你用 Game and Watch 用药不用那么多，不然你的水桶可以直接拔。可是我觉得好难反哦，会吗？因为他一定要真的碰到水桶才反得回去，碰头不行。他废话，对啊，他头能反人吗？他都会被打。以前就可以，他以前是烂游戏。哦，回来吗？你竟然这么能 edge 搞，哇哦，空闪的好哎。没关系，还是医生多能杀人，我们都知道他很能杀，没关系，他只要起来，然后 back door 他就好了。哦，没有，没办法，直接被后空了。快！哼！哦，对哦，然后假如真的要讲阿伦想要 combo 的话，那个大鱼的那个上低很快啊。那你真的吗？哦，危险！会飞吗？应该说回应该回不来吧。回不来。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他两个。如果说大宇用 counter 把他上臂打掉会怎么样？这我真不知道。
可是大鱼应该有用过，应该是可以打的。哦哦哦，放空空放的好，现在还可以。我觉得空空好可怕、啊。对、啊，挡住也不对，不挡也不行。两只马骝的后面都是。可是我觉得他比较可怕。叫废话，马医生什么都比较可怕，马骝是坏一点，然后放医生只要中什么都可怕。我是因为 neutral 太烂，所以不能玩这角色。我觉得那种哦 ，read 真好，感觉插上去。那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，还是算好了。哦、oh, ，没有 H 怪到。哎呀，我蛮想看你那个大鱼再跟屁股再打一次，刚刚打很精彩的，但其实有可能 Alan 打的也不会很错。为什么没有我？因为你输了。为什么没有我？哦，打好，因为其实我最想看跟巨哥来的是我。哦、好，但是我太烂了。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去。What's up? Can you keep training? Oh, that's good. 比赛很多外国玩家。对啊。大部分都会讲中文吧？他不会。教学不会讲中文吗 ？No, he doesn't.所以他是个白痴，你干嘛他听不懂，他听不懂没有关系。他骂你，我没有，听得懂吗？我没有。I called you a dumbass。嗯，骂人的话要记住。好，所以现在哦，没康回到。好，他现在很难回来，很难很难康复、嗯。他的范围，手边范围也很大。哇、哦，好恶心。OTTT。其实这样打起来好像都是医生会比较都比较防守的。怎么 Alan 没角色？我还记得上次 Alan 打大鱼是因为大鱼用队长。哦。哎，那个非什么队长？他那个非准队长。哦，准。是准。一种类似老鹰的。哦，对，我知道 Falcon。Falcon 可以举伙伴吗？哦，死了还没死。差不多了，哇塞，他好深，嗯，跟Game Watch一样。这样子，我们大于两胜，二零。问什么？问他。你可以问我。问号啊。你可以问我。问我。Little Mac。哎，有可以问。不行。马里奥。不要意思。皮丘。不行。哦，药洗澡被 ban。艾伦听到了没？要 ban 你药洗澡。你用药洗澡，刚拼了。A 人决定绝命，他刚才选的摊平的。那 that was another one。好，回到卡洛斯，还是一样的角色，哦、一样的场地。对。哎，我觉得看卡洛斯越漂亮，你看背景，哇。哇、啊，这关很漂亮的、啊。对、啊。可是不知道，就是有股讨厌感，就是那两个平台啦。我很喜歡欸、有时候觉得很讨厌，就是站上面的那边都很讨厌。我以玩马里奥来说，我想要旁，我想 H 怪你，我站在上面可以往上往下，后空哦，舒服。而且我讨厌站在那上面，会飞，感觉很容易要飞走。哦，有机会吗？现在差不多平了。对，可是问题如果他就没有抓太大，可是大宇他那个对手抓边他会守得很好，嗯，对，所以他的 H 怪真的是数一数二，而且特别是李信啊，李信仰很敢下去，对，二零，哇，哇，回来吗？哇，他的直接面好险。直接站起来哦！是有没有按到？没有按头，没按门。应该是想动什么？嗯，突然按掉。
哦，哇，直接好，一起投水，这算平，算平分了，哇，差不多。我、哦、一个滑垒，一个滑垒，一个十四趴，马里奥几趴？马里奥六趴、八趴吧，我知道，快两倍耶！那再射两个药丸，我就 OK 了。那太扯了吧，我都要哭了。嗯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我又没个烂角色。哦，不算烂，这是。基本过头的角色，没有啊，要比的话，医生真的比马六强。真的吗？但是我觉得马六是快，我是喜欢那种快的角色。哦，危险。没有，我觉得你是喜欢那种 combo 很多的角色。combo 马六快，我真的玩太慢了，因为我想过要练医生，比起练马六，但是我还练不起。可是医生的 combo 其实真的不多哎，就是这一两下就没了。上，但是跟马六打的 death person 一样多。不要这样吧！哎呀，哦、哇，太早空闪了。艾伦叹气声，艾伦不要叹气，会变老，越来越老了。边比赛边讲干话，对啊，在比赛讲那么大声啊，对不起。那现在，嗯，推下去了。哦。不知不觉已经760了，感觉有点靠不近。哦哦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，刚刚太中间，再一次，刚差一点，直接被你知道。他，哎呀，没有叫声。哦，这招这招是不是差不多快来？深哦。今天都会打那种追到下面追到死的，然后是不是追到海里？